今天请你来是想要拜托你一件事情，可以吗？什么？替我关照那个处女。哇哦，太容易，没意思了。我有了新的目标。你会输得很惨。你输了呢？你想要什么？你。遇到你，我才第一次明白，爱一个人，时刻会伴随着忧伤。让我爱你。辉明，你丈夫，你不能永远活在过去。你不需要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去生活。你放过我吧。不要再避开我，我知道你是爱我的。你爱上了他，你输了。我也爱你。我要我的奖赏，现在就要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愛をもてあそび、運命にもてあそばれる。この愛に気づかなければよかったのか。